昨天呢，我们把这个 deck 的 railings 都已经拆完了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干活儿啊。今天主要是做两件事儿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把这个坏的那两个 deck 进行更换，然后呢，我们进行清理这个 deck 的这个表面。然后昨天呢，这个晚上下雨了，今天呢，这个特别凉快，而且还刮起了小风。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干活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来拆这块板啊，这块板坏了，然后给它拆一下。这是我原来钉的钉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机个手。拆到这儿，因为这有两根梁，我们换板的时候要固定到这两根梁上，然后在两边往里打钉。所以呢，我要先把这个这边给它先打折。然后我先在中间转一个眼儿。刚刚呢，我打洞用 Jigsaw 来这个切木头的时候呢，这个洞打错地方了，打到这个梁上了，不过也没关系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边儿呢，我刚才用那个凿子，然后给凿了一下。对，现在应该是已经 OK 了。换一下这根木条啊，这块坏掉了，然后我给它换了。然后我就要从这儿给它切开，然后换一段这么长的就好了。先给它打一个洞，然后用这个机个手来切。新板就是两边换新板换上去。这个锯呢是我昨天买的，这是一个 meter saw。对，很早之前就想买一个这样的锯，然后但是一直没买，因为我那儿有一个 hand saw， 就是手拿的那种锯。但是其实现在活越来越多了嘛，家里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meter saw。然后我们今天正好用它一下试试。
现在我们开始换这个带，然后换的时候，我先量一下，42。那这边这个新买的这块板呢，这边有裂缝，所以我们换另外一边。新剧哎呀，看来新工具还是很好使啊，比我的手锯好使。哎，好像长出来一些，还需要再切一点，就是测量有问题啊，长出来了一些。可以了吗？好嘞 ，OK。哦，我们装上。看一下，这个就做完了，就非常结实了。然后我们换下一个。哎，亮一下。41.5寸。刚刚出了点小状况，就是这个位置呢，我躺那个板这边是没有梁的，所以这块呢它固定不住，对，这样它是有危险，有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你踩可能就踩进去了，所以啊我现在我要在这个下面补一个板，补一个梁，然后能够让那块长板呢能搭在它上面。做这种家里的活儿呢，我觉得是越细越好，对，就是不要图麻烦或者省事儿，就是如果做错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发现问题你就重新做就好了，但是你不能糊弄，就说
这块做错了，我就算了。对，因为这样你就潜在的危险就会越来越多，在家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它做好做结实。这个就跟做任何工作都一样，对吧？你必须得认真仔细，不能糊弄。开始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这个突出的钉子，然后要把它钉进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清洗甲板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枪啊，是在Home Depot买的。就是它是一个power 的，就是它的力量会比较大，然后能够把上面的脏东西都给清理出去。我们就用这个枪来清理。刚刚呢，我用高压水枪呢清洗了这个 deck 的表面，现在呢这个表面干净了很多啊，比之前干净了很多，但是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漆还在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这种专用的deck 的这种清洗剂来把这个漆洗掉啊，所以明天呢我会继续来清洗这个表面啊，今天呢就到这儿了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